住手！徐大人，我来啦！啊！哎呦！把明彩到底在哪儿？快点说！住手！又来！相公，我来了。娘子，你谁啊？许夫人。又是你？你这次又想怎么谋害我相公？不是我没有，不是我，我在这儿呢，我在这儿呢。这位兄台。怎么会没有呢？此言差矣。这世间万物真真假假，虚虚实实，有时候你看不见，不代表他们不存在，而是你缺少一双发现他们的慧眼。这你就得好好反省一下自己了。依我之见，令尊从小便对你很严厉吧？一个孩子若是从小就得不到父母的关爱，长大成人之后，就会对这世间万物缺乏想象，更缺乏一颗共情的心。来，有任何烦闷苦楚，都可以向我倾诉。朋友嘛，本该如此。做人，开心最重要。哎！不要杀我！许大人。